啊，你好，我是海莉安。现在我人在101，今天我们要来逛展览，要逛的展览是双领域哦，暌违1年了，又来双领域看展览。然后刚刚出门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小的状况，就是我忘记带充电线，每次来拍影片，我的手机一定会没电。拜托各位厂商赞助我行动电源吧！我报名任何行动电源的文案都没有被录取，拜托各位厂商给救救我这个 YouTube 吧！再次拜托干爸干妈给我业配了。双领域的门票呢，在馆内购买任何一样产品，凭发票即可用150块加价购。真的很划算，因为现在天气真的很热。等一下买个水，因为今天有化妆，所以会搞得有点来不及，化点妆拍照才好看嘛。走吧。现在我们水买到了。哦，台北真的太热了，我一直在流汗。然后我们现在凭着发票呢，等一下去5楼的双领域加价购门票。
松领域这次的展览真的是太精彩了，这次的混沌实验室真的很好看，混沌实验室它真的有符合到混沌这个主题，真的很棒，就有一种疯狂科学家的 feel， 逛得非常过瘾。我觉得150块加价真的很值得，就算你花个200块进去看都会觉得值回票价。重点是因为不清场，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你一个小时进去之后你就要离开了，不管你待到多久都可以。这次的展览很贴心，还赠送了可乐或雪碧，真的很划算，我好喜欢。但是我比较喜欢上次的幻境，那个算主题不多，但是片长短，所以导致我那边要待两个小时。那我今天这次的混沌实验室，我花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出来了，超棒。如果想要知道各种双领域的快闪，一定要追踪双领域，才可以及时抓到美拍资讯，因为它很多展览都是限期限时，一旦错过就没了。这种沉浸式的美拍展览大家还喜欢吗？我好希望每一次展览都能带着脚架轻松的拍照，而且不要被赶，这样才是最舒服的展览方式。诶，你觉得我今天这样就结束了吗？没有，我等一下还要去四楼拍照。每一次101呢，在四楼一定会放一个特殊的美拍装置，真的是 IG 洗版洗到爆的那一种。如果要追踪美拍资讯，一定要锁定101的粉丝专页。还有如果喜欢双领域的朋友，一定要追踪双领域的 FB 粉丝团。那接下来我要去换装，四楼的拍照场景它也是非常短期的，我发文会比做影片快，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海莉安的 FB 波波代理 YouTube IG、IG 追起来。那我们来去换装吧。换装换好啦，这边是101的四楼，他们会有固定拍照的地方，春夏秋冬的时候都会有各种主题，真的很好拍。那我会把照片放在这里，晚点呢要吃晚餐，等一下告诉大家等一下要吃什么。101的地下美食街主打平价，那价格的话大概通常是落在200-300左右，那在贵一点的大概有400-500，甚至101楼上还有一家很有名的享 A Joy， 那一家号称台湾史上最贵的自助餐。因为我看蛮多人都去接享 A Joy 的业配了，那我也希望我能接，再次拜托干爸干妈给我业配了。因为听说啊，如果是网红很有名的，他们都会特别给好的，像是如果你是带你的朋友或是你的家人去吃，说不定他的待遇又不一样。因为上次看好好的影片就是这个样子，那我会很好奇说到底他的魅力在哪里，或者说他品项很多吃不完。接下来就是拍照时间，照片拍完了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路易挖洞啊，不是啦，我们要去吃晚餐，接下来往地下一楼的美食街出发。路易挖洞虽然我买得起，但是我没兴趣。
最后我还是决定吃旭成的铁板烧料理，觉得它的 CP 值很高，因为这样一份只要220，很便宜，又有虾又有鸡肉，然后有饭又有汤。今天呢，来到台北101看展览跟拍照，真的很开心。很久没有出门那么久了，那大概是我出门时间最长的一天了。今天真的很开心，那我们下次见。